一方爱的吻送给你。在塔下消耗一下 A 一下再 A 一下再 A 一下，谁亏了啊？我已经八层征服者了，老哥，再 W 一下，触发征服者。哎呀，下饭了啊！给兄弟们加了一碗大米饭。再 W 重置一下被动，他也才一级啊，两级不清楚他会学什么。再 W 一下，这波有点下饭了，这波。本来是要闪现接平 A 接一个点蓝接一个 Q 他死了，等一波蓝有点不太够了， Q 接平 W A 看谁会死。哎呀，我被他点蓝了，还好一血拿了。这把为什么不是很好打的，我以为是刀妹中单带了手护甲，这波这个火烧我有点疼，我的 fuck you， 还好问题不是很大，问题走打野刚死，这眼插的话浪费了，不需要插眼，现推一下。嗯， AQA 再接平 触发被动，别急，他再搞他会死。W 重置一下被动，征服者出发了。QA 打出被动，他现在是放不了任何技能的，懂吗？没有机会了。Q 回血，就我这个血量，感觉他不一定打得过我。推一下，溜了。这个人啥时候还有闪现啊？我吐了。哎，这个人还有闪现吗？提亚马特来一个，再来一个扫描。闪现过来一个火烤，关键他还带了啥呢？关键还带了一手灵光披风。细啊，这个蓝波有点细。走，miss 了，不过没关系，他在玩火。来，别怕，蓝波还不回家，那这一波起步是二杀的，别怕 ，Q 接平，死了，全死，我都说了全死 ，A，A，Q， 三杀拿下，不好意思啊，我 Q 接，我先打一套技能触发征服者，下一波技能之后呢，每 A 一下自带回血。完成一波究极三杀，漂亮，还可以吧兄弟们，还好吧，这一波正好位置还可以，只要能打架就行，这一波的话对面有点危险，他这边有闪现的，你要记住这一点，机会来了，翻墙，他们要加速了， Q 接平接 W 翻墙， A 提亚马特他死了，想跑是吧，你尬不尬你 ？Q 接平 ，A 接 W，A ZBC， 无情，好了受。小小蓝波居然还想跑，推了。嗯，咱们直接吃塔皮了，塔皮吃一下。嗯，有人说主播韩服账号怎么申请？韩服的账号的话不需要申请，因为你没有韩服的身份证，所以说你只能通过，如果你有韩国的朋友可以，如果你没有韩国的朋友呢，他只能通过淘宝去买。我做黑切他感觉就打不过我了，说实话。翻墙 ，Q 接平 ，A 接 W，A 接提亚马特打一套，小逼崽子，我他妈不打你呀、啊，你这个人。
对面想直接跑，你觉得你跑得掉吗？我超劲爆，我先杀 ADC， 我翻墙 QRA 先杀 ADC， 再一个 W 打出被动，怎么说？哎，这什么意思？哎 W QA 提亚马特继续往前追，想跑，先吃一个大鸡吧，阴一下。哎和哎，就你这个小智女是吧 ？W 一下，我翻墙了，很好，确定吗？大，四个就没办法了，兄弟们，四个他妈了个八子，就一点办法没有。鞋不行啊，买双鞋，这鞋有问题，买双 A2A 穿一下。卢锡安和破败加黑切，卢锡安先杀一个，再翻墙溜了。错了哥，真错了，摔死了。青雨来一个，来，刀妹再送。这队友把他吓到了，队友翻墙 ，Q 接平接 W A K 二 A， 就这也能杀人吗？救赎杀人，机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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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往哪里跑呢，二愣子？你跑来，你是不是往这边跑了？我超劲爆，你气不气？溜了，他没有闪现了。这里应该有眼，感觉应该是有眼的。漂亮，推了，这人都快超神了，这兰博推塔，推塔，好，他可能会死，好，你在逗我呢，大鸟来一个，这都没死吗？我吐了，这怎么都没死呢？这个下一届买一个大青玉，先杀，四杀没了吗？五杀让你上头啊，五杀，五杀让你上头，五杀让你上头啊，你我去先把刀妹给他干死再说啊，走，看好了，不要眨眼，他是打不过我的，他只空有伤害而已。你看他干啥呢哥，建议把建议把手捐给有需要的人啊，推了，很好，溜了。哎，队友他有点想法，小心一点，绕一下视野，杀谁？先杀 ADC。你跑哪里跑？哎呀，交闪就行了。哎呀，交治疗就可以了。我让你走了没有？我让你走了没有？
刀妹确定吗？刀妹确定了没有？现推了4800块钱，回家买个皇子吧。怎么说？没事，没有关系哟。交闪，气不气？吃大鸟，先溜了啊！推了，漂亮！那就直接搞事开始翻墙，确定吗，朋友？很好，耍你是吧？你直接被秒了还耍你，确定吗，刀妹？可以，就这。那先杀一下，确定吗？就不带死的。就完全就不知道什么是死，现在翻墙，翻墙，翻墙 ，kill A， 漂亮！这一波你失了没有？嗯，可以，